今天我们是魔法区那里，我们今天玩个新手游，开始最新的手游，我们看一下吧。这款有目前有 iOS 的样子，哎，不啊，说错了，如果你这安卓不了没有 iOS， 我们先等一下。好，这边可以上倍数啊。这边教我们怎么玩啊？他最关攻略教学，他最重要的是他有三倍数，所以我觉得还蛮，我觉得蛮适合跟你们介绍的一款游戏啊。野攻击。好，一开始我教你比较多东西。但最重要的是那个三倍数。好，这个就是他的新手攻略教学了。好的。嗯，就继续走线下去啊，这边一样可以三倍数开起来。好，再来玩一场了。哎呀，他不能自动战斗是不是？哦，终于有自动战斗。其实我玩这个手游就是在等它自动战斗，不会玩的玩家就直接开自动就可以了。好，这就是关卡攻略教学的部分。OK， 那我们就继续主线下去吧。这应该就可以直接，哦，这边有主界面哦，它感觉是一个机甲的手机游戏。好，不过这边也可以去生产下去，选择生产，然后呢，组装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连这个也可以自动耶，哇塞！好内玩哦！一开始免费的试点车，其实只有单周了，而且它等于是一个快节奏的手机游戏，就是游戏里面内部的速度也非常的快，就是感觉内建加速的感觉哦。你看它的东西都跑得很快这样子，然后最重要的是它有自动。自动的部分，我们在攻略关给你们批判起来哈。What？ 好，先代打一关给你们看一下。嗯，蛮耐玩的游戏。嗯，自动在哪里？然后你就两倍速给它开起来。应该是基本上是缩远一点会比较好了。哎、欸、啊，他干嘛让我放进啊？这感觉是视角、欸。嗯。哇，这也太快节奏了吧？是怎样 ？OK， 这样就可以升等喽。OK， 那边就是关卡攻略教学，好。第三这款游戏就是这样子 ，OK。那这边主界面给你们看一下，然后编队，哎、欸，不是说 auto 吗？哎、欸，这边不能 auto 哎、欸，可是其他地方可以 auto。那有全图鉴吗？不过它不有全图鉴的，其实。不过它是主打机甲，我觉得它机甲很帅。因为它这个东西也都是抽机甲的。你看，哎、欸，还有女的哦，帅耶！这边是他的一些设定啊，对，存储就在这边，然后存储就在这边。
而且观众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驾驶员了。欸，所以他有点跟 EVA 有点像，那武器是什么？嗯。